Thank you.
帝今天晚上用的三种不同的人来一起分享。Kalau sesampai yang ini ada kaya contohnya sesampai ini kita nanti diirai kura coba, irai kura tulu saya kerja akan kau. 世人的种类有很多。我哩努力我当到好厉害，哎。从人的皮肤来看，八百年的地方没生努力我当到就有三种皮肤了。他多路我那方没生努力我当到白种人、黑种人跟这个黄种人。国家嘞、国境内、国人内啊，肤色方面就有三种。大概这里一路好一多路个黑了黑了。但是世上的人也有智慧和这个。遗丑的人，应该今天看到好的，来我们当那个，来我们看到哎。啊，世上也有贫穷，也有富贵的人。好的今天看到好的，马上我再来我去当卖。有好人，也有恶人。来我们爱当道，来我们爱当道。啊，有地位的人跟有这个卑贱的人。按照好的，我当那来来我马上上卖。所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今天你搞不懂那些小号，就是有这个三种人。对对对，爱在不那多，那你当道。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在今天写小，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那今天你小，看的是四节。今天就有些《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的十四节。那今天就有些。十四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圣灵的事，反而以为遗愁，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好，我们调到第三章的第一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人。啊，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营海的。我们跳到第三节，你们仍然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纷争。啊，这句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好，我们跳到第五节。我先，走四节好了。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伯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念到这边，是从刚刚我们所读的章节。在上帝要下面的大写过，这个章节里面就有三种人。在今年好的那个多罗还是西罗吗？第一种人就是属血气的人。在上个再好那是伊拉麦亚迪人。第二种人是属。那第三种人就是属肉的人。所以这三种人我们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所做出的表现是什么。所以我们从第一个人来探讨。第一个我们谈这个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是哪一种人？我们从这个亚当的后裔来看，那时候的人是离弃神，他们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是因为他们没有神，就随从了自己的情意而行恶的人。所以我们看创世纪的第六章。中世纪的第六章第二节，中世纪第六章第六章第二节，第二节，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调戏，起来为妻。第，我们要到第五节。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浩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时代。在今天，麻烦给大家对啊，时代呢，侬问亚当一点。亚当的家啊，被赶出一点点的时候。马拉布拉布侬呢，我告诉他们，快给他亚当嘛去。那就是过着没有神的生活。在今天，阿瓦耶都告诉我说，奥利比亚是那时候的人就随意哎去啊。喜恶哈，大概第二乌拉德什都古大亚罗什么那没了。你看第二节说，神的儿子们看见那个女子美貌的。大概第二，你是讨厌没能够当白那样阿哥讨厌都嘛个不害。他们随意去标签我妻。什么你得了啥子你了？反正没信心。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犯罪的动机呀。那今天我们那其他都那个发达起来了。那那时候的人没有这个婚姻的观念。那个第二也我也不能拉拉木反正没概念。所以耶和华看了这件事情。他搞我是个个人，没能懂呢。都会做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都很大。那个今天过些之后，没能努力搞我之后我。老老不得了，从他们老甚至于那时候的人，终日时候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如果一断，神就很后悔造人在地上。一点好诶，嘛，我孤独孤零，我跑路走路呢，我搞我上山啊，当老。但是神还是一个爱。你看，伊拉爱不爱努力，我搞我上爱，当时的人。在家哎，你们那几年都要当着一点，还继续让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你呀，把路都走了，阿妈我也不用当着的那世界。神就等候他们将来能悔改。那个伟大，那不能够搞多少的努力，阿我们没了一点。所以这个就是神的大爱。人家人家大大阿妈也要爱努力够搞啊。再来，喜气的人。他们是顺从恶行的人。在撒都大家还有什么给他？他们的生活在神的怒气之下。在今年哎，个得了呢，我告诉我，我也不明白。神很怒气的。哎，第二个呢，个得了，好像是说很后悔造人在这个地上。那一点好嘛，我不都不发露出来，搞我什么伤啊？如果按照人的心情。应该当时神就要毁灭那那时代的人。这个我一定要好啊！那多人呢？我没把没本来都不要当到。神的爱人呐，还将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哎，蛮好的，毛利白好，买也好，我爱侬呢，我高兴天天都拿个。一直到今天呐，主耶稣一直在等他们在悔改，这是个人哦。哎，那蒙恩路上当到大汉人，你不到那里三万多少公里哦？哎。他们又造了没了，所以是说他们的生活过着神怒气之下的人。应该一天天跟那些干什么的，因为一个得来弄搞啊。我们翻开罗马书，那那么在今天罗马书，你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你看二十九节到三十节，你就九节再来三十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你就表现三十岁二十九节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蛮心事嫉妒凶杀正经诡诈无痕又是抬回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为慢人的狂傲的吃夸的捏造恶事的诡辩父母这些都是当时的人所做的事情。在底下好啊，你给你那七个人啊，敌人哦，你给我当不到。甚至于现在外邦人都是有这样的事情出来。啥个？今年嘛，啥个不得来？农民大汉来来好，哎，快点来啊！你呢？那现在的趋势哈，他比那农民大汉呢，我感觉我努力。谢谢，大家好。我给大家念一招。
都是那种大的汉。很多人都是在说假新闻哈，都出来了。那有些方面，我说对，啥都不啥都不新闻。是，甚至于在背后说人坏话。你听到一个公路道啊，那我滚都你我跑出去。这种新事情，样样都会出来。他我说妈妈那样什么好会打死个。所以这些事情是神最恨恶的。这个你有隔壁的，按照你有搞司法的呢？是在一个国家的立法之下。你今天从那里不能说这些，大概也是不允许这样的事情。是啊，隔壁还有多少的呢？哎呀，什么不能有给大概？更何况是死。那我们还有你有搞啊？我们看二十八节。那我们在你就好写。同样的啊，罗马书的第二章的第一章的二十八节。这些罗马书一小呢，你就好写。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无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遵循地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试探。这种人哦，故意不认识神。到了今天，他们搞好巴士，真是这个话那都有搞啊。这样的人，神会任凭他们呢？那个把我不把给那黑了嘛，那都有搞啊。神说管啊，你们做坏事，你们自己来。这个呢嘛，他什么科目都到底还有那木什都发了。这个就是神的愤怒。姑娘，这个灯都没有搞。等到将来有审判的时候，啊，我那我到这个比赛办完好。这些人还有地方搁葬吗？啊，伊拉罗哈基奥尼奥卡托米尔安诺哈今年当道。是这样，国家的法律不允许这样的事情。我国家的法律之后，这个比还。这是你想任凭他们。这个伊拉好，把我做了很多东西，我告诉你了。这是当时血气人的心理。他对了，哎，我伊拉不是了，我哩把当道。这种人也不领会神的事情。主啊，不管哪多年，我拜你，多年我告诉你，就没有神无神论的人。啊，我哎，我告诉你啊，当道。有一次我们上个教会，啊，有人不大会了。伊拉有在了教堂里。用盖就盖。红南城上更高。他一定的，大部分一定的乐园，伊拉可以一起干的。啊，那时候应该是前年的事情了，前年的事情。前年的事情。啊，要啊，还要啊，什么考验？是。啊，那时候第一天我们要出去挖找蛋。那他们好意，我们的爸爸都有先点别的。我们是两个人一组，或是三个人一组。嗯，再好意，他都杀，他都杀在工地。那天一大早就挖找蛋。那一天都把车扔到那块里了。对，刚好我是跟子思娘，我们是两个一组。那个大菩萨他们要做爸爸嘿啊，马拉克隆。啊，我们到了有一家是汉人。来了萨卡米哈维和提卡布莱。我们还在他的围墙的大门的时候。哎，提拉克隆的阿弟，那边我们有罗马哈维。有一个五八三哦。你来不在啊，马木。哎呀，说，不啦不啦不啦，我不参这款的代志啊个。这个一定要做好，把这个把这个啥个说完。我说我是不理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隔壁还有个大弟来的吗？看无神论的人。这个阿外古里乌卡瓦萨，用邪气的心。你今天要弄几？是弄啥子啦？把人赶到赶出去。阿达米拉布拉特米乌坦道，但是我是不死心啊。我那时候为萨隔壁萨瓦卡哈拉登，不然你不听。啊，你不领会神的道理。这个还有一说做算了，你我那我就要用民间的来给你拍马屁。那个一点好哎，还拿布皮说啊，把说都弄，当着我那什么？我就跟他说，哇，你房子那么漂亮。啊，他我就刚刚搬入来说，哇，你的花好漂亮，你会做，你还会管理呢？啊，我讲，他过下来说，今晚过来说不带。后来我就跟他说，哇，那朵花好漂亮，第一次看过。这个蛮，你好那多，你好有人好不干了我呢。哦，他都开始叫起来了，都开始叫起来了。大概第二多好哎，这刚说的叫当年了。看那个马的屁股被拍之后，他就哦鼻子就叫起来了。那这都是这样的，姑娘，
Kamu telo ni ofa cekak satu tangira. Tahu lah itu dah cukup. Dan tetap diriau. Dan dia说哇，这朵花是我从台南我儿子那里带回来种的。哎，我娃娃会给你带那阿拉那本巴鲁吗？好，很高兴哦，这样讲他就很高兴。但啊，海南那个东西我说了好，这个那当然了。后来他用他喜欢用台语讲。呀，那我还在你那上哦。哎，好了，他说进来坐啊，小小声哦。啊，来接，来接了。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语气都有，能说啊，来接了，来接了这样。啊，这两个哈拉登好哎，啊，我爱哈拉登呢，那是好哎，啊，那么那个想这样。哦，这个好机会，我就这个时候我就告诉他，我们是真耶稣教会。我看他那个表现，他好像把我们是当作了耶和华教。这个阿扎德基，我哈拉东那边的要把教神来。他们讨厌那个耶和华教。哎，他都要比你耶拉东要要把教。后来就跟他说，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这个刚才好，你新耶稣教会刚才阿萨里干。我们今天要发传单，因为晚上。教会有四个布道。这个巴里拉玛卡门多先天别了，阿尼亚，大家一来过来不多概念。我想欢迎你参加。哎，可以可以。好，我不。阿东，我们那个马达布罗，啊，怎么在这过啊？后来我就把转单就。给他，在第二代保利差不多先停笔了。不是，我了，我了，又开始神的话，那就我了，我了。你给他好给你啊，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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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说我不懂恳赐。哎，我不记，来到说做第一。他说不要了。哎，阿弥陀。那你们可以省一张了。这个那，然后我哈要那么。再交给别人吧。哎，到是保利那位。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哦，我们教会在下面而已。这个，他进来来了的教会正好，我们在教会。他说：“我知道你们的教会不仅是红色的。”哎，本来我们不教会的么？他说：“我到后面了。”你们教会的信徒怎样啊？三八，他来呀，他都干嘛？哇，荣耀神啊！在第二号里，我报告三八，我告我。所以，无神论的人就是不理会神的道理。那么，哈提来要为高山来在不给哈提，哈多哈提来什么？后来我们又到第二家。哎，第二号马里纳带来啥个多少人嘛？那是原住民的嘛？我们原住民过来。有六个人在哪里？那那里的在哪嘛？上次在分你一边，我一边的。第二号你一边，我一边。啊，我们就跟他说你好。哎，哪一号？好像。生活看你不理我们，有什么值得批评啊？情感方面呢？后来我们就跟他说，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啊，那个我信耶稣教会革命。哦，他说你们不是耶和华教哦。哎，这又还报给我干嘛？不是，我们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我信耶稣革命啊，信教。他说来坐啊。哎呀，他对了，没得干嘛的呢？啊，你们今天要来做什么？这个孟婆，孟那孟婆来告诉他，我们今天晚上有四个。大会啊，算很多，一来过来，拉拉提拉拉修两万尼亚来呀！啊，就是好，这个好事情啊！哎，哎呀，什么不理想？来坐了，喝一杯。哎呀，那提来完了，哎，大碗不大？啊，对不起，没有喝酒。哎，在一个公安方面做饭。那是对嘛？这个教会不喝酒了。哎，在一个公安，你好，我现在手头里有饭。那这样不是荣耀神了？哎，咱们人呢，好嘛，不干涉。谁让他们过来我们教会？哎，到哈提来对。虽然他们不来教会，哎，这这个代理教会，我们已经把福音去转给他。什么好？我们把这个，我把说来都不会。美好的福音已经进入他的心里面。那也阿里哈，努力搞啊，稍微你中午来都。因为第二家，他们也是信耶稣的。什么呢？什么都是爱好，你都来都搞啊。刚开始长老教会是。这个呢，就叫啊。有神观念的人还是领会神的道理。这个以来，不搞我神当道所以迷行啦，迷行也有好多啊，明白的那该。他说：“你们那个先传单给我们给我。”啊，拿进来，等人家天天背了那么。会看好，晚上要去。
哎，大家也好，带了他们。那真的那一天晚上有去哦。那个一天，大家也来带了。你看，无神人跟有神人。这些阿伟高高是呀，伊拉有高高唱的那好，也做干仗。互相那个喊的就，我来，我来。我不着急管你带去。那个伊拉说不算对呀，也好，也喊人好诶，把他本来是保住了。对，这种人是以神的生命是隔绝的人。什么好诶？伊拉伊乌拉哎，啥个经历？伊搞我啥个话题啊？将来受审判的时候，马拉乌说都不比谁帮俺好诶。这种人生命必定灭亡的人。这个我还记得，哎呀，我厉害好诶，我妈妈不认。最真的人最可怜。这个我想个，可是哪张话题来？主降生来到世上来。哎，但是你是干不搞我？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伊底拉其实还念不努力苦命啦。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伊底拉把自己钉在十字架，就是为了要拯救这样的人。想个，乌拉那人家爸爸乌林本地人呀，马虎起来做搞我是。使他们可以终身成为一个新人。这个伊底拉好伊乌马巴罗海多，而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伊底拉马来亚米拉古里乌达拉奥在呀，好嘞。但是人借不领会神的道理。你可以在一个比较好，其他人都道理能力我告诉他们。甚至于在我们信徒之间，哎，慢慢发现伊底沙里嘎嘎伊达，还是有这样的信徒。伊拉哎，我底拉沙里嘎嘎，他用血气之心来面对自己的信仰。有信心，互相信神，这相信民间的迷信。有一对老夫妇，他们两个已经年纪大，两个好像比赛生病了。对，这样好呀，医生，那那那，今天不是太太生病，是吧？阿妮妮，爸爸还阿达达，就明天是老公生病。啊，安心啦，好，晚来我阿达达。啊，天天都是苦做这样的时候。那个阿妮妮，什么哩？本来有一个平地，有一个平地的。呀，我在那上面弄弄呀，把那个给整了嘛。好。一年一年啊，你们不管你去到哪头。好，我用大声。啊，有一个平地人哦。你来不在啊？好了。他说：“哎呀，你们家里哦，不应该哦，前面有树。”哎，如果那么好啊，阿卡巴鲁巴，阿卡巴鲁巴，不既然你家有路吗？因为他家里对面有一棵龙眼树啊。哎，这个还有路路嘛好，伊拉也不平静。就告诉这个。养夫妇啊，他说你把那个树哦砍掉，你们家里一定会平安的。这个，你那个树嘛，你给他们那么多阿公，呀，给他们那么多人嘛，给他们那么好的，嘛个，把古拉古拉都搬了。但是也，他也伤心两眼，那树跟我们的家那么远呢。他伊拉那个刚给多人话，哎，来伊拉还过来给他们。但是他说不行，还是要砍掉才有平安。这个，哎。我跟着了，跟你说，我黑暗之中，他的心就开始动摇了。哎，这好哎，嘛，他跟你结婚去了。相信民间的迷信。哎，把个水晶弄进屋里，心弄里有干。留地步给魔鬼。哎，这好哎，把俺拉进来过家过嘛。可以哟。啊，爱多。进到了心了。哎，这个好没事，他都不好了，等于了。第二天就看不到那一棵树。那个，啥个都啥都那好啊，都平安了。本来这两夫妇真的有平安了吗？啥个，一天了都把他都平安了，好哎。所以人家那个黑暗面好讲。到那一年没有知道龙眼树果树啊。那一天好哎，好啊，都不要了。哎，刚刚弄了平静，反而没有平安了。那怀疑姑娘搞好啊，黑暗。这魔鬼在捉弄人的心。三万好那家伙嘛好哎，你开始在拖着等到，因为他有地不给魔鬼了。三万好，帮阿拉安的那家伙嘛给了。后来过几天又有一个人投诉他。那个伊拉，比那龙庙伊拉朋友带来了书馆。哎呀，就这个老人家那么可怜了。哎呀，又那么的等来，可是那那那孩子回来了照顾吗？哎，还我那么你听不到吗？有啦，正在上班呢。哎，来。我那时候没上班呢。你家里的风水不好。哎，到底还有个风
sih di rumah nemu. Kita melihat kayak tahu naik bin. Nanti lagi ya bawa kan rumah nemu lilah antai. Tersulit kan kita melihat.我们才能得到生命。在地拉马来亚，我们达朋友说，我们不要像刚刚我所说的两夫妇。啊，哈卡汉人，我们达对呀，马里登埃马拉拉姆。本来还很多时间对火大很久。这个人都好，我老我我哩都没啦。结果相信迷信，自己就得癌症了。大概地拉好诶啊，巴卡索林都尼奥里西诺斯卡拉好诶，伊阿拉拉都格登埃阿拉拉。真的好可怜。可怜神，可是哪样？这个就是第一种人。然后呢，我们说个再下面什么？心计的人。然后呢，第二种人啊，是啦。第二种人就是属灵的人。这个罗马书对伊拉一个，我们那一个七十，伊拉一个十六八方。我们以前本来就是属这个心计的。对，第二好比他好诶，我那看。我们也是亚当的后裔呀、啊。咱们亚当彼得。所以我们本来就是啊，属血气的人。咱们彼得哦，阿弟，哎，我们不明白到哪个？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但早不信耶稣，到这些什么？我们还是像与别人一样啊。阿弟，哎，彼得都没有到，就是可怒之词啊。这个我要个别的安好娃娃彼得。我们看一部手书。那我们再听听《以弗所书》，看《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以弗所书》在你秀，《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以弗所书》你秀木三十，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不敢去哪里，不会被受到引诱吗？这个就是属灵的人必当基督啊！我们不要在只在教会有基督耶稣。等到聚会完毕的时候，就去救主，就想不到耶稣了。把耶稣留在这个椅子上。出去没有看出去啊。当然在教会里面听道理。出去的时候没有神的道理。等下我访问大家，我在到外面我会访问大家。我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忘记了。我问大家昨天黄传道的题目是什么？题目你在给他拿的了吗？题目你黄传道拿去了？忘记了。想到就是有神在你心里面。圣灵领受圣灵的工作啊。
paya no sere. 成为神的儿女。Taka maruru wawa itu no ni o kawas. Roma su. Neng neng tay tini Roma su. Roma su de di ba zang. Ne Roma su tay has su. Roma su ba zang jiu jie dao di shi jie. Yu shen, ji shen.罗马书八章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就因义而活。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说。三国三年保罗的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心里面，那你来过来了，你有高兴保罗最受，你就不是属肉的人，再度不吃伊拉玛亚，他听了，你就是属圣灵的人了。我谁的就可以说啊，当道。若没有基督在你心里面，那我爱基督是保罗最受，那你就不是属基督的人。再度不你基督可以说当道。所以我们应当要怎样常常。把圣灵更新。这个给他好一把，什么路很，什么路很，那么大不了，咚咚咚，完下来啊！我这样的话，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就有份。大概一点点钱，老板，你也是基督徒，也不如真。这主耶稣在我们里头，你那钱也稍微一点点，也不如最大。魔鬼再怎么样攻击，什么嘛，人家不嘛，给说你那也是。就不用怕，在不过哈个这样样，因为耶稣的，因为有耶稣的心情与我们有份。咱们好以来，今天帮助耶稣不要，搞我啥个以来，我落彻底了。所以我们是属灵的人。你给他好以后，以来都不累，当然。我们要时常啊，充满我们的圣灵。大概以来，不要说那么多，过年我办下来啊。要常常说感谢的话。哎，马拉里的国民感谢也说。要常常赞美神。在马拉里的国中，你三遍也说。这样，我们可以将来的满足的快乐。哎，还得让人家过年，我们慢好修来好，慢慢做过年搞好的。所以我们要靠圣灵行事。在呢，什么比他好？别人不舍得。也结出圣灵的果子。哎，第二好节气都没有放出来啊！听我，这里的果子我们都吃到。那我还给他打气呢，谁的？在这里不要一意的来放出大家。哎，这个啥子？我你我说的。所以我们更要体贴圣灵的感动。第二好，第二人我你我谁的啊？你感动？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圣灵会感动我们的。什么好？你第二给他好，你感也要给感动伊拉。就像刚刚我所说的。哎，上帝也说了，我平常要协助领会者带两边的奖章。这个他的呢，都好多小姑娘了，那块奖章是你在感动人，我都带了几个奖章了。这个怎么？都变了，变了啊！哎，哦，那变了哈，啥反应呢？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个啊世上必坏的食物来。他们那一天你给他阿玛罗拉耶托尼奥妈妈布尼阿那来阿达贡，世上的一切物质，在我们话阿达贡阿努卡，是我们不是永远的享受。在耶托尼奥玛拉耶托给他阿玛拉在，所以唯独主耶稣，恩主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产业。在我哈拉里诺米达阿那来阿玛拉在，所以说我们当一个基督徒。给他我再要不是这样，我们要看这个世上啊，万事如粪土。这个能不能没到哪个好有带黑暗给他等？我们应当要在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呀呀，我能没到不比啥？你都没有给他给，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我们看马太福音。你有没带给你马太丁？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丁第六章。33节。39、30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的33节，39、30节，你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苦。是保罗在这里这样告诉他，耶稣这样告诉我了。
三国都弄了八十万，那你也啥嘛意思？是你们应当要先求神的广神的意啊！你啥呀？我那你啥哩？我有木车啊？我有打给我们有。这我们人在世上所需要的东西呀、啊。怎么你我啥都干嘛？什么没到一点点也干？主耶稣一定会嫁给我们的。有了那旁旁边都弄搞你也啥嘛？我们不要为明天的生活来忧虑。我那马拉龙都还能吃了，还能来活哩。因为一天的忧虑就过了，还要明天。那么好哎，再弄个好哎，马路这该多，你啥哩？我都能看到起啦。所以，我们在世上必有患难。那一定要干好哎，若不吃啦，如来能当。所以我们基督徒也难免会受到这个苦难。再一点好哎，买个啥再到马路里一定要干好哎。不是信耶稣就。没有这个患难。刚刚我们申请马赛都接上了，以后我们办这个事。牧野伯说世上都有患难。咱们好耶，只有我一定能拿个好耶，而且还鼓励我吃了牛奶。所以为的是圣经这样告诉。三国西方那没有学校。所以你们在患难当中，应当要喜乐。但刚刚好耶，以后他提来好耶，搞的不好。喜乐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来吧，就是有患难依靠神。那么以后你又来吃了好，第二多高啊？你们才可以得到喜乐啊！大概一点嘛啦，也不那么不要你吧。那如果按照他自己这样告诉我们，你们在患难中应当要喜乐。那个很多孤独中人比巴沙拉古拉说的好。有人在患难中会喜乐吗？那个也还好点嘛，你把那样遇到过，是你家里人就死了。你让爸爸带路路买呢？你会哈哈大笑吗？你大大我给说个遍。人家会说你是神经病呢、啊。那个我妈爸啦，妈爸啦，爱给说啊。意思就是说你们在饭堂当中，在有都弄了没得好一点，你都那干了那样弄了么？我们应当依靠神，你这多高啊？才能得到喜乐。在这啦，妈啦也不牛哩，不好。为的是要保守自己。对，后来他阿弟们人都不弄得好点，不要沾染这个世俗。都让他那么很暗的时刻。我们想想耶伯，让他们自由过。耶伯灵修最好的一个。在我，马卡巴海古比欧拉斯都欧力格拉自由过。你看，耶伯昨天转到也讲了耶伯的故事。对，那起来好耶，马说来多少天多少不碰过你耶伯。他一念之间，所有的都归零了。在布拉卡沃耶，哎呀，那到时都可能我妈妈。但是耶伯。对神的观念怎样？你该什么？哎，我上帝听你讲，我是那种不凭人的感情来验认神的。这个一定要好，在这个不多的人当中找啊。他不凭人的感情来恼怒他的太太。那一定要好，哎，这个阿拉尼拉古人当中找啊，哪来呀？把个给丢了，总有爸爸还有没啦？他跟他说：“你离开你的神呐、啊！”哎，我那也想到我那个话是说，他有没有恼怒他的太太？他不要你了，给得了你爸爸还了解？对他的三个朋友离开他的时候，对啊，维亚斯卡他都不啊，维让了没？他有没有嫉妒的心呐、啊？哎，来还给我不如他爸爸对了。所以他的灵修是很好的。啥个话？也有姑娘给欧拉斯呢，有不都得了没啦？他不凭人的感情。主啊，我给他都能当着那感受，而且最后就带上爱主的心了。那啥哩古来好也好，给人家那古里古里来帮助都搞完。我们有没有爱主的心？你来好给古里来那帮助。如果我们没有爱主的心，那我爱古里来帮助怎么办？我们应当要效法这个耶伯的领袖。啥个一点来好耶？他在那门里头过来，都弄给欧拉斯，牛不多哩古里来。他的生活已经归零了。啊，我都累都，他也不厌生，我阿爸跟他都搞啊，他也不会嫉妒别人，在个不乱做牛当道，反而怎样带上爱主的心了。你看好也好，给人家给留了，哎，都啊，我啥话不说。你看耶伯记第一章，那农民带着你又不给带一宿。你看21节，你就一生说我只生出于母胎，也必只生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集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耶和华的名应当称颂啊！哎，我
是上帝的儿子能够有高高高的高。这个就是约伯爱神的表现啊。阿提拉也不能让你有不多高啊。因为他知道我猪母胎是没有带什么东西的。他我说你没好，我不真的不好，我也不好的嘛。因为上帝在神嘛。人物高啊是高啊，上帝是在神呢。哎呦，高啊是不能我拜你爱。主已经当真送死。阿提拉阿卡登古哈鲁瑞拉都高啊。所以我们应当要靠圣灵行事。大概也好，也很努力在做，反正也阿听我阿爸都说。借助圣灵的果子的。那也只要把他的事搞好，七努力有谁嘞？这是第二种人。也有两个人，啥个都是当不到。第三种人是怎样的人？有啥个都弄好了呢？有什么呢？当不到。是属肉的人。啥个？今天你滴滴滴爱啊，当不到。这种。这种人是，当然是不至于这个血气的心呢。在华天亮他们的话，就华天亮要在第一个过十来天两个。但是他也不属灵的人。在一个呢，那高高山过了，高里不明了。虽然他是个信徒，还有他做啥一个盖？这里没有信徒的样式。那个我还有一个责任呢，华天亮要阿弥陀弥陀。所以神这样告诉。三个说呢，高娃是。看马太福音。那个在这里马太殿。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殿就哪那秀。第七章。啊，在哪那秀。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你就，你先。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你就你先，你就先先。当那些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转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二十三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你们还记得不说你的什么？当那日的时候，审判的日子的时候，很多人要喊：“主啊，主啊！”他们把那耳朵给要比赛把门弄了个什么什么来当着，阿妈奥阿妈奥我是。他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去赶鬼吗？”阿妈，我妈妈弄了秘书不是比发发工作在呀？你奉你的名去传两福音啊？没有呀，妈妈秘书不是比不过瘾的嘛？我们都是奉耶稣名的人啊。上班好给他好呀，那你什么我们把他发烂哒？可是主耶稣在二十三天这样说。三不说你什么？我就明明告诉你们。他那个不是人，他们说我。他说我从来不认识。在他们那帮那不干么？神为什么这样说？你们还叫我说你搞什么？因为我们是不属灵的人。咱们在工农用，啥地你搞什么哩？哎，虽然我们是信徒，还当做啥一个搞不到？这没有信徒的样式的。搞啊！哎，叫侬啥一个搞还能来平安安？所以重点在雅各，我们看雅各书的第一章。哎，能弄到过雅各不朽带一宿。你看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不朽带一宿二十二节，你就你写。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去哄自己。二十二节这样告诉。咱过来说一点，你就你写。所以你们应当行在行道的时候。也多那么多说，你我搞啊。不要单单听道。再个别听你了，这是听道的话，对对对对。哎呀，听你的话，还有啥？但是行不出来。主我该把他的事干了，什么？那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我不认识你们。这个我念了，你不要按说的什么都，我不起来了，我当不起说呢。所以名上是信徒。还当做啥一个？到底说，既没有抵定圣灵，那万一别的人是读谁嘞？不抵定圣灵的人就是死啊！那个在别的人读谁嘞？好，妈妈怎样？抵定圣灵的才能得到圣命。这个别的人都有高烧，不过来都高嘞。我们想想看，这两样我们到底要信哪？这个那读啥一呢？我们那不是，我一做一不是信不信门当？抵定圣灵是有生命。这个你别的人读谁嘞？好，原来不高嘞。给落地的是死的。那个，这哎，就敌人啊，他们老好有个马巴代耶。你愿意吗？你愿意死吗？马巴代。我相信每个人都不愿意死。在给他好，在够了给他说是个马巴代。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抵定圣灵。那个给他我不是讲好，你给他给他都念我谁嘞？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圣命。
那个巴嘎巴嘎拉耶，伊在做哈天嘞阿奥利。熟络的人。那下面天嘞，侬弟弟啊，侬哥弟啊，那怎么着？就不思念上面的事情啊。主啊，你哈拉东东那个嘎拉耶。就顾念地上的事情。你哈拉东哎，那个嘎拉哈那奈。定道理，定做道理。那个你等明天，等你道理好，有那啥好，再一个巴嘎多罗，你看看现在都转到专讲我的股市呢。哎，你家好，都说侬弟弟多些好。多高工你说了？啊，打多少高工你说了？好、哦，生气了哦。那个点多？转告怎么知道你要做事？哎嘛，好那我听多少工多还听点什么？转告是以圣经的道理告诉大家。啊，谢谢我们沙拉那种是听多少什么？是因为他是属肉的人。但今天好，你这些人呀，他听人讲。那就不思念神的事情。上班好在别哈啦，等等我看看呀，听做道理。你等于做道理，听做道理也不努力去追求来去研究啊，也还给那么没研究，以自我中心。那人目比如肉，感情用事。在哈迪拉也在弄啥个了感情？就有骄傲的心。在伊拉姑娘们的大爱帮助，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那啥都哥林多教会。啊，我属亚波罗的，我属保罗的。啥？个不好的亚波罗个个。他长真草，真草不？在地上好在做哩做哩，什么啦？阿多是当道。所以我们应当要努力来领袖。这个比较好，晒晒人都比较好嘞，阿弥陀佛。不领袖的人将来没有把握啊得救。那何必来呀？阿弥陀佛，比都阿罗好耶，长个果然呢。所以我们应当要追求这个真正属灵的人。那个好，晒脸努力哒，不然努力哒，过下去你哎呀，阿弥陀佛。所以我们在追求一面。你阿罗那，你也是基督徒。我们要从实把握，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咋办好？谈也好，拿起恩那边的不都弄弄完？几盖那边的？今天圣灵的事情。这个都是谁的？来脱离这个邪气的心。啥个米亚都还听见那个不打还那个哈拉当？这样我们才能得救。啊，还能没得用啊？啊，把奥利给他。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所讲的这三个啊，三种不同的人。啊，你俩那个呀，都那多罗还那个，可是西罗曼都当到米沙拉干。你想想看看。哈拉登的米达。你是属哪一种人？你在那个当到后边。所以我们今天要把握机会啊。你听了好耶。人们到不了几盖，不要做有名无实的信徒。那给他好耶，他们也拉，搞出来啊，啥地方搞几盖？好，上今天，哎呀，怎么修改？暂时341小时。三票过要求一级棒。Thank you.
脚琴起立，故道平安。平安